转头想要问问你，你却逃避我眼睛，很棒。我又打了一个喷嚏，我知道一定就是你。赞赞赞，来。打喷嚏这首歌觉得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，因为听的时候就会很开心。后来我就知道露露姐要跟我一起唱这首歌，所以我就更开心更喜欢这首歌。哇哦耶，打喷嚏就是我想你。哇哦耶，一直一直想你。因为我就很少听歌是这样子，你一边听然后嘴角是这样默默上扬的，嗯，这样子就跟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过程，每一个工作人员只要拿起机器然后拍 girl， 很奇怪哦。平常摄影师那种人血都不行的哦，就这样。可是拍 girl 这样，对呀，这边就跟听这首歌的感觉一样，就是听到的歌就会想他的人，然后想他的人就会觉得，这个是很人歌合一的，不管是旋律啊，或是歌词。氛围都很 girl 啊，很可爱，很青春。Seven Ding Ling， 跟上看吧，零零零 ，Yes。Seven Ding Ling， 跟上看吧，零零零。我觉得露露姐学得很快，然后她念那些泰文字的时候，她的发音蛮标准。你不要客气哦。没有没有。你确定？真的真的。Magalum， Magalum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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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零。我的甜蜜可满满的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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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受到 Gail 的邀请，然后来这边录这张专辑的其中一首歌，我觉得非常非常荣幸，这是我的真心话，是我就是超荣幸，因为我觉得很神奇，就是某种程度上我也算是看着他长大，从13岁到要18岁，然后他的人生第一张专辑，然后有我的声音，哎，这个很重要，哎，对啊，我觉得。嗯、如果他拿到最佳新人奖，希望他可以记得这一刻。最近不用感谢我，但我会觉得我参与他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片段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我的甜蜜快买梦阿弟百万，我听不出来。我觉得 OK， 你觉得 OK？ 耶，谢谢老师。就是你在只要在台上有任何的问题。就可以找我，对，任何 any question， 就是你要找地方住，我也可以。然后如果有需要钱要周转的，没有啦，姐姐有赚一点钱，我可以帮你。为什么人家泰国很有钱？我在贷款，我可以放款。就是 any question， 就是然后你之后要反正任何的宣传，只要我帮得上忙的，我一定会帮你。谢谢，对，谢谢，卡芬卡。